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每日一字。今天我们要看哥洛西书三章十六节，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 OK， 在这个在讲的是丰丰富富，这个的字是什么字呢？是 plosios。 plosios 讲的是什么？他就讲的是说是一个无限的富有，亿万富翁。在这边讲的是你因着有了神的话语在里头，你丰丰富富的，不是只是一点点有钱。你要想象哈，在这一边给你的恩典是大过什么呢？郭台铭。有些人你一直想要中乐透，你不需要中乐透，你要把神的话语种进去，种神的话语，不要中乐透。因为当神的话语在你里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吗？在这一边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因为话语进去，丰富就来了。你知道怎么样子面对每天的挑战，知道怎么样子面对困难，知道怎么样子面对难处，知道怎么样子面对一些的选择，所有东西都在你里头丰丰富富的。希望这个每日一字对你们有帮助。每日一字，我们明天再见。